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。随手一丢，后患无穷。可爱的大海，请见证我们的幸福与快乐。我把我们俩的爱情故事都装在了这个瓶子里，希望捡到这个漂流瓶的人也能够获得一份真挚的爱情与美满的未来。阿晨，你说这个瓶子会飘到哪里去呢？我想它会飘到大海的那一边吧。小兵，我们已经玩很久了，该回家了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大海啊，请你把我的哀愁和悲伤也一起带走吧。当你在沙滩上随手扔下某个包装袋，或者是带孩子去玩耍时损坏而扔掉的玩具，然而那些不经意留下的东西看似像哀愁一样被大海带走，却并没有消失，有的留在海底，有的冲进海洋。这些海洋垃圾对海洋动物来说正成为日趋严重的生存威胁。我们干嘛要每天浪费那么多时间来海面清理这些垃圾啊？就算我们不收拾，海浪也会将它们冲走的。阿杰，你刚来，还不知道这些海洋垃圾会对海洋生物造成多大的伤害。当你看着垃圾对它们带来的伤害后，我想你就不会认为我们的工作是在浪费时间了。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只海龟因为幼时被一根红色塑胶树带缠住，结果生长成了滴漏形状，它还算幸运的。你看这些可怜的海狮海豹吧，这只海狮的身体被风带困住，从而导致它溺水身亡。还有这只海豹，它的脖子被一根塑胶项圈紧紧缠绕住，很多海豹和海狮在生长过程中会被海洋垃圾越勒越紧而活活勒死。怎么会这样？它们真是太可怜了。是啊，有人预测，如果我们人类再这样肆意将垃圾丢进海里的话，那到了2050年，海里的垃圾将会比海鱼还多。这些垃圾会危及600种不同的物种。会危害到600种不同的物种？这有点太夸张了吧。没有夸张，要知道这些垃圾不止危害海洋动物的生命，很多海鸟也会因为它们而丧命。我让你看一幅图片，你觉着这张图片上的物品是什么？这些都是什么啊？那个应该是塑胶制品吧。没错，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吗？这些东西都是从死亡的信天翁肚子里取出来的。天哪，那些海鸟竟然会吃下这么多的垃圾。是啊，90%多的海鸟都会吃下漂浮在海面上的塑胶制品。这些垃圾它们无法消化，当它们身体里的垃圾聚集到一定数量时，等待它们的就只有死亡了。可是它们为什么会吃下这些垃圾呢？因为这些塑胶袋、塑胶包装及塑胶碎片的表面会积聚藻类，它们会散发出类似小虾的气味，因此便吸引了很多海鸟误吃。而塑胶垃圾在海上漂浮时吸收了毒素，海鸟吃了后就等于服毒。此外，海洋垃圾也会令它们梗喉，损害它们的胃壁，甚至塞满它们的胃部，令它们饿死。真没想到海洋垃圾竟然对海鸟还有这么大的伤害。你们快过来看啊，那是什么？是大鲸鱼，
有一只大金鱼朝我们这里游过来了。我在海上工作这么久了，还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看一只鲸鱼呢。这只大鲸鱼慢悠悠地朝他们游过来，看样子并没有恶意。船上的人也急忙掏出手机，纷纷对着这只大鲸鱼拍照。哎，它好像一点都不怕我们呢。是啊，我以为这只大鲸鱼只是路过而已，没想到它却一直围绕着我们的船转圈圈。它不会是要攻击我们吧？它没有任何要发出攻击的意图，它究竟想要做什么呢？天哪，它这是被垃圾给缠住了。原来它这是在向我们求救啊，我们得帮助它。对，我们得帮忙把它身上的那些垃圾取下来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缠绕在这只鲸鱼身上的垃圾终于被清理了下来。当大鲸鱼感受到身上没了垃圾的束缚后，高兴地转着圈，并还用鱼尾对着船上的人拍打着海水，像是在向他们说谢谢。你们看，这只鲸鱼在向我们表示感谢呢。真是一只通人性的鲸鱼啊，希望它以后不要再被这些海洋垃圾给困住，快快乐乐地生活着。是啊，对于鲸鱼这种巨大的海洋生物来说，漂浮在海里的那些垃圾简直就是他们的噩梦。没错，我们曾经发现一头搁浅死亡的墨香鲸，它重达4.5吨，然而我们在它的胃部发现了17公斤的人类垃圾，其中包括床单、塑胶废品等。很多鲸鱼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死于海洋垃圾。你们看，那里有一团绳子，这些绳子要是缠绕到海洋动物身上，那足以要了他们的命。这种绳子非常结实，我们赶快将它捞起来吧。如果它真的缠绕到什么动物身上，那可就糟糕了。哎呀，你们看，那团绳子竟然在逃跑。不好，一定是有什么动物被这绳子给缠住了。啊，是海龟，这只大海龟被绳子给缠住了，我们得帮助它。众人急忙将这只大海龟从海里捞了上来，他们近距离看到这只海龟后不由得惊呆了。这些绳子不但缠绕在它身上，有一根还绕在它的脖子上，并将它的脖子勒出了一道深深的伤口。赶快拿剪刀来。可怜的大海龟，这绳子如果再这样勒下去的话，简直能将它的脑袋给勒下来。是啊，它好可怜啊，我们赶快把它脖子上的那段绳子取下来吧。这段绳子勒进去的太深了，我们可要小心一点才行。不要怕，马上就好了，你忍耐一下。伤口好深啊，这只海龟每天竟然要忍受这种痛苦，真是太可怜了。海龟，对不起，我替那些乱丢垃圾的人类向你道歉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是啊，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他们了，原本我们应该共同拥有爱护地球上的海洋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正在大肆破坏海洋，破坏我们共有的家园。是啊，如果我们再不对海洋垃圾采取措施，海洋将无法负荷，人类也将无法生存。没错，海洋垃圾已经成为了杀害众多动物的杀手。从海洋表面到海底峡谷的最深处，塑胶无处不在，而这些海洋垃圾对动物们的伤害更是触目惊心。被丢弃的幼鱼假饵经常会挂在海狮和海龟的嘴里，丢弃的渔网和绳索也会夺取那些海洋动物的性命。
海洋垃圾并不是离我们遥远的话题，海洋是一个巨大的互通系统，洋流和潮汐驱动着海水在各个地点不断流动，大气运动也会造成海洋垃圾的移动。当我们在海边随手一丢的时候，我们的行为已经给那些海洋动物造成了伤害，甚至会因此夺走他们的性命。请善待大海，善待那些可怜的海洋生物吧。滩石乳猪的镇长。小镇周边村庄的农户大都以养猪卖猪为生，洪镇长自从来到后便迷上了这里的一道特色菜烤乳猪。洪镇长，这么多好吃的菜真是让你破费了，哎，这样我们会不好意思的。是啊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，你何必这么客气呀？放心了，就你们说的，我们都这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这些小钱我还付得起，这里最美味的菜还没上来呢，一会儿那道菜上来后一定让你们大饱口福的。哦，是吗？不过我可听说自从你来到这里那可是胖了不少呢，不会就是吃那道菜吃出来的吧？哈哈，这都是谁说的呀？不过倒也是真的。哈哈哈，听你这样说，我还真有些迫不及待地想尝尝你所说的美味了。小姐，我们的菜怎么还没上啊？洪镇长，你点的烤乳猪到了。上菜了。原来是烤乳猪啊，哎呀，这烤乳猪的味道好香啊。当然了，这可是我们镇上最出名的美食，你们知道这烤乳猪的制作过程有多难吗？这得选十几至二十斤重的小猪，宰杀的时候要一刀放血，让乳猪身上不可留存任何的微量血液，否则的话会影响口感的。哇，我的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哎，洪镇长，你不要再介绍了，赶快让我们品尝一下，不就知道了吗？对对，来，你们两人快一起来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菜烤乳猪。烤乳猪是镇上的特色美食，洪镇长每次宴请客人，这道菜是必点的，他想用这种方法来推广镇上的乳猪。哇塞，这里的烤乳猪店可真多啊。当然了，烤乳猪可是这个镇上最大的特色，听说这都是这位镇长推广的结果。我也听说了，洪镇长自己就特别喜欢吃烤乳猪，所以经过他努力大力宣传，现在这个镇上的烤乳猪已经远近闻名了，闻香而来的客人非常多。走，我们今天也去尝尝。我们就到这间店吃好了，听说洪镇长特别喜欢。好吧，那我们就到这家吃吃看。两位您好，请问您们想吃点什么呢？既然来你们这里，那肯定是要吃烤乳猪了。真是对不起，今天的烤乳猪已经卖完了。啊，卖完了？怎么会这么快就卖完了呢？这不是还有一头烤乳猪吗？不好意思，这头烤乳猪已经被楼上的客人预定了，真是抱歉。我们那么远的来这里，就为了品尝一下烤乳猪的美味。老板，麻烦你和那位客人商量一下，分一半给我们尝尝好吗？真是很抱歉哦，这头烤乳猪是我们洪镇长预定的，他今天在这里宴请一些朋友呢。哦。来，大家一起尝尝我们镇上的特色美食烤乳猪。对，大家一起来尝尝，上一次跟着洪镇长来吃过一次，那味道真是让人难忘啊。哎，洪镇长，现在你们镇上的烤乳猪可算是让你推广出去了。哎，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人来你们这里吃这道菜啊。啊，哈哈哈哈，我们镇上的养猪户比较多，因此乳猪的货源比较充足，
既然有这样好的优势，为什么不充分发挥出来呢？来，大家都尝尝。嗯，烤得好香啊。洪镇长，那我们就不客气了。对呀，我看的都要流口水了。老王，你怎么不吃啊？这乳猪烤的外焦里嫩，很好吃的。洪镇长，这头小猪生下来没多久便被宰杀烘烤，难道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？啊，老王，你这是说什么呢？你不是也吃肉吗？怎么进了这烤乳猪就变得像个学佛的人似的？哼，我现在就已经开始学佛了。啊，老王，你说你现在开始学佛了？没错，我已经吃素一个多月了。老王，既然你已经学佛吃素了，那为什么还接受我的邀请来这里啊？洪镇长，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吃什么烤乳猪，而是来救你。救我？我好好的，哪里需要你救啊？洪镇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自从你来到这里后，吃掉了多少头乳猪？你自己吃还不算，还要将这道菜推广出去，这样一来，你身上的罪业那可是非常深重。当罪业深重到一定程度，那惨烈的报应也就随之而来。都说学佛的人最喜欢讲什么因果报应，看来是真的。老王，我不信佛，更不相信什么报应。洪镇长，即便你不相信报应，那也应该想一想，这些小猪被宰杀的时候是多么的恐惧和绝望，还有他们的母亲，自己的孩子才刚来到这个世上没多久就被杀死，这得让他们会有多伤心啊。老王，你想多了，他们只是一群猪而已，怎么会知道恐惧和伤心啊？洪镇长，现在我和你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，但是请你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话，以后终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洪镇长对老王的话丝毫没放在心上，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吃着烤乳猪，并尽全力地将这道菜推广出去。老公，你怎么又喝了那么多酒啊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今天我和几家高级餐厅的老板进行了洽谈，我们小镇的烤乳猪马上就可以进驻这些高级餐厅了。好了，你别整天都想着如何将烤乳猪推广出去了，赶快睡觉吧。奇怪，今天这条街道怎么这么冷清啊？赵老板，你们两位是要去哪里呢？我们要去养猪的阿才家里。你们也要去阿才家呀？我们也正要去那里，正好，我们结伴一起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怎么都要去阿才家里啊？老公，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怪梦，梦到餐厅的赵老板和他家的厨师竟然要坐公车去养猪户阿才家里，真的是很奇怪的梦。啊，你说什么？你梦到了赵老板和他家的厨师？是啊，还有好多人都要去阿才家里，真是奇怪，怎么他们都往阿才家里跑啊？老公，赵老板昨天晚上出事了。啊，出什么事情呢？他死掉了，和他店里那位烹饪烤乳猪的厨师一起死的，听说是他俩在厨房里喝酒睡着了，而烤乳猪用的炭火没有熄灭，他们煤气中毒死掉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啊？昨晚我还梦到他们一起去了阿才家里，那梦像真的一样，这又是怎么回事？阿才家里不会也出什么事了吧？让我打电话问一下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怎么样，阿才家里有没有发生什么事？阿才家里倒没有发生什么事，只是他饲养的那头母猪昨晚刚刚产下了5只小猪，
他还开玩笑说你洪镇长的消息灵通，小猪仔刚生下来你就要预定做烤乳猪呢。什么？生下了五头小猪？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？老公，你说什么巧合啊？昨晚在我的梦里，赵老板和他的厨师还有公车上三个乘客，加起来正好是五个人，他们都一起坐车要去阿才家，难道他们这是去阿才家投胎不成？啊，投胎为猪？这不太可能吧。洪镇长做了这个怪梦后，有一段时间没有去吃烤乳猪，但没过多久他就忍不住又开始大吃特吃了起来。你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不再吃烤乳猪了吗？怎么最近又吃起来了？烤乳猪那么美味，怎么能不吃呢？难道你就不怕像赵老板那样投胎变成猪吗？这些天我总算想明白了，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啊？赵老板的死和阿才家的母猪生产不过是个巧合罢了。那些说因果报应的人都是像老王那样学佛吃素的人，他们总想让别人跟他们一样学佛吃素，所以才编出因果报应这样的故事来吓唬人的。老公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啊？因果报应不能不信啊。怎么，你怎么也说起这话来了？你不会也开始信佛了吧？你说的没错，自从上次你做了那个怪梦后，我心里总是不踏实。过没多久，我遇到了一位学佛的师父，在他的劝导和指引下，我才真正的明白了善恶有报的道理。所以最近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放生，这样才能弥补我们曾经犯下的过错。可是你却又吃起了烤乳猪，这样下去你早晚也会遭到果报的。行了，我不管你要不要学佛放生，你也别管我吃美味佳肴，我困了想去睡觉了。菩萨，我丈夫他不思悔改，我愿用自己放生护身累积下来的善果来弥补他所做的恶行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我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洪镇长，快过来啊！你快过来啊！是谁？是谁在叫我？洪镇长，快来啊！快点过来啊！洪镇长，快点来啊！啊！一头母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在洪镇长跌落下去的那一瞬间，他突然听到了养猪户阿才兴奋的叫声：生了，生了，太棒了，这头母猪也生了这么多小猪仔。阿才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竟然变成了一头猪了。洪镇长，你贪图口腹之欲，杀生无数，理应转世投胎为猪，但是你的妻子却一直在为你行善放生，念在你妻子的善举，这次暂且饶你一次。啊！刚刚怎么会做这么怪的梦呢？老公，老公，你怎么了？善恶有报，你说的没错，从今天起我发誓以后也跟你一起学佛吃素放生护生，否则果报真的会降临到我身上。真好的，感恩佛菩萨的慈悲显化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，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。话拨账号
5001-6766 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举办恭送佛说42章经，佛前大供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，日期11月27日星期日，时间上午8点开始前行，下午2点恭送药师经，恭请湛山法师主法领众，地点南投分会，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-86-5号，洽询电话04925613110492561311，南投分会。法会备有免费消灾超荐，请事先报名参加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。慈悲置业诸善行，十方信众共成就。起见细念归净土，名扬两臂度有情。特为紫安地藏殿英灵牌位及报恩殿所有历代祖先做超度。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中风30细念超度法会，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12月9日星期五，时间上午9点开始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Thank you.